本祥，现任达新篮球队助理教练，主要位置为后卫。人小志气高的他，曾以165公分的英姿纵横球场。因优异的表现，曾经担任2009听障奥运中华队助理教练，带领选手们打下胜战，拿下不错成绩。从交友网站认识了老婆汪佩文，交往了7年，已在去年完成婚礼。现在和老婆最期待的就是肚子里即将出生的爱的结晶。你讲一下你们第一次见面吧，我觉得我很好奇耶。8年前约好了，你们在哪里约好，在哪里见面？在捷运站。捷运站。哇，捷运站。对，大多是约在捷运站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不想见面的时候，你就当路人走过，对不对？然后看着还不错，就说哦，你是不是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见面的时候有讲要带什么东西吗？不然怎么知道？都没有，因为都知道彼此长什么样子，因为我看过他照片。沙龙照。对，然后就是沙龙照的印象，然后去认出他这个。认着啊。对，然后还有当天跟他见面的时候，自己有喝一点酒。你胆子这么小啊？怕怕的。真的怕怕的吗？哎，第一次见面喝点酒。配完你没有当场就走哦？没有哎，就觉得他很可爱。对。哦，还，那你当天是跟谁去喝酒啊？跟我们球队的一个队友叫李峰勇。这个人知道你要去约会吗？他知道啊，所以他故意一直把我留下来。而且一留就是2个小时，然后他还一直打电话狂告我说你晚到了2个小时啊，2个小时还下雨，还下雨，你还在那里等啊？对啊。佩文，你这是一路在演阿信嘛？太傻了，傻蛋。其实你是在想，我要看你到底几点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你跟我约好了，你为什么不来？然后看到底是不是范耿翔。啊，其实你想知道说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范耿翔，对不对？啊，来的时候是有点醉的范耿翔，茫茫的。你喝到茫茫去啊？对，但有点长得不太一样，因为说当兵发福啦，然后又理个5分头，就跟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是不太一样，就是肿了的范耿翔，而且有点，而且还喝点，你是想怎样啊？就没有很开心跟自己的队友聚在一起，因为从当兵回来已经隔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对啊，然后想说有时间就赶快斟酌喝两边，对，然后再去约会。对，我想说时间拿捏的应该可以，结果2个小时，以为只有20分钟，结果是2小时。对啊，喝酒多误事，听到没有？我不在，我出国那一天。你那天出国？如果没有出国，我应该也是在那边。我就4个小时。约会就去不了了，他应该就没有办法走。他就那边应该就是没办法走了。他们其实哥们的交情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好，好到令女人嫉妒的地方是。嫉妒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会想说，我们两个是幌子嘛。因为像去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嘛，就是其实。本来第二次进场的时候，应该是范耿翔牵着佩文，然后换了衣服起来，对，然后他会唱情歌，跟他们两个手牵手进来。然后那木还没起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就硬要勾在小翔的左边，我说你在干嘛？他说你不要管我，然后就不起来了。他们三个人就手勾着手一起走红地毯，感情太好，真的。想说难得有这个机会勾一下的，反正先实习嘛。你先实习是不是？佩文也 OK， 不 OK， 不 OK。那我有点吓到，因为我想说布帘都已经快拉开了，你应该怎么他田磊还站着呢？对，我想说你应该是在跟我开玩笑，我就一直在提醒他，我说布帘快拉开了，布帘快拉开，你赶快走开，赶快走开。他就说我不要啊，我要一起进场啊。我很认真的。就布帘就真的拉开了。我告诉你，他其实已经忍了很久，他没有在第一次进场的时候，他就站在旁边，他们已经算不错就好了。哇，其实，哎，平常讲你们在一起打球有你们兄弟有认识有多久了？
十年以上都在一个队上嘛，对不 对？等于一开始出来工作，吃喝玩乐都在一起嘛。嗯嗯，算。而且我们之前租房子的时候也是住一起啊。很难懂啊。这不是你会了解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后面才进来的。对不起，我破坏了你们。对，他是小三，是不是？当你要去见这个女友的时候，你有跟田磊，你们俩谁大？你大，你比较大。你有跟他讲一声吗？好像没有哈。没有，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因为我还在。你这照片寄来，你也是要先给我看一下啊。是没错，那如果是恐龙，你要看吗？我当然是先看。哎，可以，我再来跟你报备。我说照片。哦，照片，照片会骗人啊，沙龙照。先给我看。不是，我是觉得范耿祥是觉得说，我还是先交到一个女友再跟你讲，不然都会遭破坏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是那你跟他认识的时候，你有跟范大哥报备吗？他在啊，在现场吗？在啊，在啊。第一次见面就是看比赛嘛，那他当然也在啊。那有一次是我们两个出去，就是出去外面吃饭，就是玩的时候，刚好也是遇到他。碰到 对，所以他也在啊，你也在，那你知道他对他有意思？他就是趁我出国的时候，他就去教他啊。你看你还在记仇，都不跟我讲啊。不过佩文，其实你们两个第一次认识的时候，他有点胖，然后有点喝醉酒。那你们到哪里去约会呢？电影院，去看电影哦。是。喝了酒去看电影，不错啊！看电影，你有拉人家小手吗？一定要的，喝酒哎，一定会的。你怎么讲？比较勇敢，对啊，比较勇敢，对不对？平常不敢做的事会比较大胆一点。哦，那所以佩文有让他拉小手吗？有吗？有啦，有。哎，他们进展很快耶。没有，这个比较直接，你要就要，不要就。可是也太随便了吧！所以，听说你还亲了人家一下。有吗？有。就看电影看到一半啊，他就明明就很投入在看电影，就哈哈大笑，然后他突然就从我耳边，我可以亲你吗？他就这样跟我讲啊。可不可以嘛？不可以啊。那你就说不可以啊。是吗？你喝了酒胆子蛮大。我没喝酒啊。哇，没有，看到他就很心动，打从心就是决定是这一个，对，所以才会确定吗？你那时候喝醉酒哎，很清楚，很清楚啊，很清楚，不然怎么会八年然后结婚？对，八年有的时候是也没有办法。好，其实这一段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开始，因为从网上，然后啊，其实见面，然后他又有点迟到，这个也是欲擒故纵的感觉哈，又迟到，然后又喝点酒，所以佩文呢，佩文因为应该是一个老老实实，你像公务员嘛，突然看到一个这种滑里滑稽的哈，又一点喝酒，哎，还说可不可以亲你一下？当然不可以，送公文来再说。